本当主事长，各位先进啊，各位女主先生，今天非常欢喜啊，有这个机会啊，来个大家啊，共同来讨论这个台湾的宪政改革啊。我今日要讲的啊，主要啊，内容就分过这几点啊，主要应该是从啊，这种台湾宪政的这个基本问题啊，发展的这个方向的这个思考啊，未来要改革到底是用什么方式？吼、哦？啊，要透过什么诶，什么款的方法啊来改革？也不过大家都啊哈，王大师、王老师哈、哦，有甲诶提醒啦，讲在座吼，真侪拢是专家，吼、哦、啊，真侪对当宪法拢足了解，所以头前这迄落较歹讲诶，吼、哦、啊，时间留咧后边，吼、哦、一直讲我头壳就开始疼，哈、哦，因为宪法的理论，宪法的这个。这个基本问题啊，这是我的吼专攻的物件。后壁这个策略特别讲吼，我是较含慢啦。啊，而且这个主题啊，所以我无思考一寡吼，也嘛袂使咧吼。啊，所以但是恭敬不如从命啦吼、啊。所以我嘛希望讲，哎，当讲头前较简单咧，后壁先是用几多一寡时间，甲大家讨论啊，听一寡大家这个意见吼。啊啊，咱知影，迄个冷战结束了后啊，这全球会使讲真侪国家拢在推动宪政的改革，啊，成立国家，甚至制定宪法，这样子，啊，要来追求这个主权，追求人权的保障。啊，差不多迄个时代，咱台湾嘛进行民主宪政的转型，啊，包括你1987年改立。改良，1991年啊，即、这个终止动员抗战时期啊，同时来推动即个宪改啊，到即卖已经经过有七阶段的宪政改革。要么过去的即个宪改，会当讲是讲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啦，就是讲无一贯的即个理念甲原理。所以改来改去，改到今日你来看，宪政嘛是乱糟糟。咱卖讲哦，即、这个马英九啊，挥拳乱将。那你看，另一个人啊，竟然老话讲，宪法一中，讲宪法国标，讲起来有这个论调，讲不可思议啦，不可思议啦。哦，这个论点上证明讲，咱宪法的问题到底有偌严重，有偌严重。哦，啊，这症结是咧，都是要怎解决？哦，这是咱当前必须要而且严肃来面对的这个课题。好的，啊，我是利用咱台湾的这宪政的基本问题，也来包括这六点啊。第一，利用国家定位甲认同错乱；第二，用即卖现在的正当性不足；再来讲人权无受到重视啊。第四，就是讲宪政体制的设计甲运作失当啊。第五，民主发展的面临困境；第六，就是正当政治无健全啊。啊，简单讲就讲国家定位甲认同的这个错乱，国家定位是甲一个国家的主权甲人权，吼、哦、是密切关系。你也无一个国家，你就无可能有主权，你人权就无可能有好好的保障。啊，问题是咱过去几十年来，吼、哦，咱按讲领导者啊，从统治者的这立场来看，那国家的定位呢，每个时期拢无同款，从啥内容？二次世界大战了后，到1991年，会使，吼，以中国国民党来统治，吼，啊，主要是两蒋的时代，就是证明迄个一个中国，哦，所以台湾不是国家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，所以当然无主权，当然人权的强大嘛，所以你讲二八事件也是恐怖，这是必然发生的代志，因为在一个中国啊，这个主张之下，一定是安尼。过来看。这是李登辉啊，主政的时代，从1991年到2000年，哈，尤其1991年呢，因为第一阶段的宪改引进这分裂国家，哈，应该讲是一中两国啦，你咪使讲两个中国啦，哈，一个是中华民国，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你咪使人讲啦，哦，啊，在这个情况之下，哈，人权是有提升啦，但是有限。过来就是阿扁啊主政的时代，会使讲是啊一台一中。虽然陈总统就任的时阵，伊讲过啊四不一没有，
啊、哦，受到大批人批评、批判，我嘛足不满的，讲实在。但是咱来看伊这八档的这个事情来，其实基本的就是一中一代一中，一兵一国，啊、哦，一兵一国，啊、哦，尤其甲大台湾到2006年的时阵，啊、哦，将之这个国统纲领的纲领的这个适用，啊、哦，将之国统会的这个运作，啊、哦，过来进一步2007年的时阵，用台湾的名义，啊、哦，申请加入联合国。这段阶段会使讲，咱主权哦，哈、哦，同迄有强调啊，人权的保障啊，同个提升的这个时代。啊，真不幸的，2008年啊，再一次的政党轮替以后，马英九上台，你猜出的一个中国完整嘛？台湾比一个中国之下一区呢，所以就是啊，一个人权倒退路。这足不停的代志，啊！啊，倒转来讲，啊，一般的百姓、一般人民，你是啥？你的想法是安怎？你啥物认知？啊！当然在阿扁啊主政的这个时代，哈、啊，大家讲，哎，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、主权国家，这款的认识愈来愈提升。啊，即卖说一半以上的台湾人民拢安尼认为嘛，讲台湾就是国家，但是问题这款的认识。并无化作行动，啊、哦，并无化作选票，哦，这是咱在思考的，就是说，是安怎来安尼，啊、哦，是安怎来安尼？那我是在想讲，2008年的时阵，你选一个丹布尔啊，就是笨伯啊，这个马英九来做总统，一通牌，你也是讲啊，像不一时失主意，啊、哦。无注意，甲选掉，选落去。2012年的时阵，你去甲选，你说啊，你都戆嘛？你去甲选伊。我足烦恼的讲，2016年，还是讲即嘛2014年，英国赢，啊，是免哪讲？有人讲台湾人死好，我是唔敢来讲啊，吼、哦、啊！但是这是足悲哀的代志，所以咱即嘛主要来尽量要严肃来面对这个问题，吼、哦。就按咱台湾人了解咱是一个国家，去投票的时候算讲，哎，主流台湾是一个国家的，咱才算伊嘛。这为了咱家己的主权，为了咱家己的人权，一定要安尼做。所以讲，咱的任务真重啊，包括在座的各位，哈、哦，啊，过来，咱看现即摆宪法正当是不足。我主要甲过去也捌讲过，啊嘛在咧咱这个基金会这地方讲话，讲这个这部宪法是一个外来宪法，这中国宪法，人外地人个叫来用，哦，这是一个西方宪法，尤其是1991年哈，这个宪改啊，采取这分裂国家的模式，追求国统一，这无事实的根据嘛，所以西方宪法，哦，西方宪法意思讲你卖个插啦，哈、哦，这迄个天方夜谭，哈、哦，问你嘛，但是呢，偏偏有政治人物。啊，尤其是民进党的重量级的政治人物，哦，把这当作真的，哈、哦，甚至宪法的本文，伊也当作真的，啊，这就叫晦气啊了，哈、哦。再来讲，这是一个失根的宪法，无根嘛，伊在中国产生的嘛，啊，根已经无起来，台湾要安那落实，这是就是拼装宪法，哈、哦，这大家拢真了解，我不需要讲。所以这宪法的正当性不足，你要安怎健全你的宪政？这是无可能的代志，个人权无受到重视，吼、哦，这是一般人因过去威权统治迄教育之下，啊，一般人无正确的这人权的这个观念、人权的意识，公务员尤其是安尼，尤其是安尼。最近大家唔当注意到了，哎，马英九哦，我两个叫国际人权公约，哎，我甲通过，吼、哦，啊，我今麦甲国内化，吼、哦，国内化的话，吼、哦，但问题是。伊交予倒一个机关去负责推动，因为咱现主是有足济诶，即个法令啊、措施啊，拢违宪，拢违反这人权诶嘛。结果伊是交法务部，我家己在政府啊，已经主管有关诶即个法案诶审查，我足清楚诶嘛。法务部是从需要检讨改进诶即个部分嘛。伊所主管的法令内面有偌济违宪，有偌济即个侵害人权的，
卖讲其他，你按点案你就了解嘛。按侦查甲判决，好按看守所，好甲加加有偌济啊违反人权的，就法庭甲做法，大家足清楚嘛。好，所以这找迄个监狱都有迄个有单共款嘛，无效。哦，这是又一个问题啦，吼、哦。过来就是咱的宪政体制的设计，啊、哦，甲运作适当。哦，我犯宪啦，迄是荒腔走板，荒唐不尽，迄无可能用的。哦，好加在就讲，2005年的时阵，啊，咱甲这个啊、哦，这宪政乱源啊，宪法上的怪胎，这個、国民大会废掉。啊，问题是什么？还佫一个科技，而且更啥物啊？这嘛该废掉，无这个这啊，该迄个权力分立的这个、应该这做法有违背吗？尤其咱讲这监察院，大家一定哈，拢注意到了哈。监察院自从设立以来，到今嘛，表现无一工好个啦，吼、哦，要真少个拢，大家讲安怎甲形容，吼、哦，安怎来起笑啊？讲过去呢是叫做啥？啊，巡查院，吼、哦，你一到独裁的时代，干啥院呢？啊，查案呢，查就较准确，无结果，啊，就叫做巡查院。后来叫做金牛院，先后呢台湾选举都伊个间接选举的嘛，按由这个省议会啦，还是这个议会来选嘛，差不多拢是买票嘛。可能唯一的例外是尤钦啦，哦，所以你监察委员拢是好野人嘛，金牛嘛，所以讲金牛宴，到尾啊变蚊子宴啊，这蚊子宴不是讲不打老虎，哦，只拍苍蝇，不是啊，是关蚊子。迄是吼、哦、过去咧监察院院长吼、哦、王作霖吼、哦、王作龙讲的啊，伊讲监察院无代志通做啊，安尼拢来拢来鬼忙啊，我说蚊子宴。啊，即卖咧，王建山做院长变，我讲即摆变洗脚宴啦，洗脚宴啦，啊不，都办个洗脚的活动嘛。啊，你看最近这个黄世平这个样来看，大概我真清楚吼、哦，黄世平啊，你违法啊，涉及秘密，对唔，乱权来监听，甚至国会也敢监听。只下咧其他国家吼，即款咧监察总长吼，落台100遍也无够啦，啊，甚至伊去予台北地检署甲起诉，吼，哦，检察官的评鉴委员会，吼，甲决议讲应该到以上，吼，弹劾，了甲撤职。结果咱检察委员检察院安怎办这样个代志？审查的时阵第一遍。5-5无过，啊！第二遍人数无够，无人真正唔敢参加，啊！脚底抹油，啊！流血。第三遍讲啊，你这站的委员，你这不，这个案你不啊，无够完整，哎，搞咧再多等，搁等伊，啊，从外口再来。第四遍，啊，是6-6，搁无过。够无过，尤其是第四遍这遍吼，你若想看卖，简皮，哎，一个应该列出咯，7大罪状呢，迄偌严重的呢，结果敢无过，所以即款的迄个监察院，讲就较歹听啦，变成擦屁股宴啦，替马英九擦屁股，因为黄世明甲马英九两个是勾结的嘛，好。过来啊，相信对唔对？这个环节不清，哈、哦，这个我大家做清楚。但是我要强调一点，因为一般人拢会讲啊，这个制度呢是总统有权无职，行政院院长哈有职无权。我讲理论上袂使安尼讲，我讲理论上照讲的应该是总统有职有权嘛有职，啊有权利嘛有责任。行政院院长有权力，好有权力，嘛有责任。问题是这个制度内面呢，权责分袂清楚。实际运作的时阵，到底是啥人正确
有这个权的决定，是正刚是啥人对我负这责任，分袂清楚。哦，这是这多重大的问题。啊，这人马英九你也看，哦，好代志的时候又搞就一时发作呀，歹代志又推到第二线，而且行政院一定有代志。这个变成这样，这样的结果啊，这是一种咱讲一个民主宪政哈，对政治政治哈，对这来讲，这是真歹一个制度哈。过来，来看司法制度背离这个司法的本质。司法院是最高司法机关，照讲伊在审判，但是呢，从设立司法院到即马，司法院无一工，但毋过审判的工作，所以伊正讲的是沦为。所以最高司法行政机关利益啦，不是最正港的最高司法机关，因为无审判嘛。啊，而且大家我足清楚的，就是啊，司法独立问题。以前大家讲啊，吼、哦，那些哎，唔，然后那向前讲的柯水定嘛，吼、哦，中国国民党啊，这个秘书长柯水定讲啊，法院是咱中国国民党开的嘛。啊，即马咧，这个情况有改善无？啊？啊！即马大家讲，即马是办理不办难啊！啊，大家都注意着无？然后你来讲，转你个电案吼，啊，特别会员吼，啊，郭晓琪案啦，还是讲林义士案，你看这个比较，你就知道，这问题有偌严重。哦，我按电案吼，迄人就为了要甲阿扁啊判罪，吼，为了要要坐监。伊竟最高法院竟然会当啊改变几落十年来的判例，以前讲是法定职权嘛，哈、哦，是属于这法定的，才有可能构成贪污嘛。伊个改做实质影响力是，你有影响力，你有贪污，啊，因为这个啊不要话嘴，起码郭瑶起案，我讲进一步，讲这个叫莫须有，哈、哦，这贪污哦，是按。法定职权变成实质依然，你说到今嘛是莫须有说，想到讲莫须有，啊，你讲贪污啊，真个都无看到，啊，你讲贪污啊，对方有啥物好处，而且人也无来标啊，啊，啥物拢无，啊，罔有买啥犯罪，这个莫须有说，这足恐怖，足恐怖的代志，哦，所以这大家要啊注意啊，这，啊，过来人看。啊，地形土地因都照解，啊，我这大家拢照清楚啊，无需要我讲。尤其这个五岛六岛，我坦白讲，这五岛六岛是完全无地形土地的这个观念啦。因为地形土地不但是讲啊，这个县市哈，还是这土地，包括住民土地哦。如果住民有哈，一旦直接还是间接哈来决定来参与地方事务的。但是你要看，这五岛六岛，这岛下拢两三百人、万人、三四百万人，你那是做这个啊，自民自治，无可能嘛？啊，这嘛是个问题。过来议会政治啊，这个民主发展啊，问题议会政治问题作对，吼啊，最近啊，就你个讲，政党绑架国会议员跟议长。这真恐怖，尤其呢，这个王金明这件案件，你大家都能了解，哈、啊，马英九会使甲透过讲来撤销，啊，王金明的这个党籍，可以失去立委的资格，进一步失去，啊，立法院一定会这个资格，哈、啊，你就知影讲，哎，尤其这个不分区啊，哈、啊，用政党比例算出来。是完全受到政党控制，受到这政党的党主席控制，啊，这就是独裁的一个契机啊。所以你国会规个就比讲，去让政党一个这政党的迄党主席六条条嘛，哦，这咱爱国会免啊免来健全，议会政治免来健全，哦，啊，过来这双手两只之下，本来哈，即马世界这个趋势大概是安尼啦，就是讲一些国家政策的决定。其实主导权主要是行政机关，哦，总统坐呢，就是总统，啊，内阁坐咧，内阁咧呢，啊，这个国会就是这个所在。那希望讲啊，既然是安尼，伊政党是多管，最后是咱人民家己直接来决定这个行政首长。啊，咱
讲即总统坐吼无问题嘛。啊，来个坐，你啊讲像德国哈，即、這个英国即情况啊嘛差不多啊，无问题。虽然家己在选议员哈、啊，各议员，但选着你，咱就知影讲啥人会做即个首相嘛。啊，咱即个双首长在之下讲，总统咱人民选的，敢那会怎？袂歹咯。但是问题咱最高的即行政首长唔是总统而已，啊，搁一个行政院长嘛，迄毋是咱选的啊。对，迄要安怎产生，咱唔知啊。所以这个制度啊，原来有问题，有问题啊，甚至讲，伊啊国会哈吵小下大的时阵呢，会变成安怎哩呢？因为即卖制度设计，这问题真多，变成在野党决策。尤其在野党，你啊透过立法来决策的时阵，你行政部门无办法抵抗。啊，伊来决策，结果你是执政党政府，你就要去执行，啊，你要负这个成败的责任，吼、哦，这是足荒唐的一个代志，啊。过来，鸟笼讲的话，即个边讲啦，即个人知啊，吼，咱都清楚哈。过来，政党政治无跟传，好，这啊，中国国民党的东山问题，吼，就已经构成这个结构性的贪腐问题。啊，公务员行政无中立，啊，即个人知啊，啊，因为这立委的这个选择啊，独后大党，啊，二零零八年的时阵哈，迄、那个结果大家都了解了，吼、啊，这我不需要啊，给讲啊，过来。好，过来，咱们思考台湾啊，这个宪政体制发展的方向啊，方向啊啊啊，规划分做这四点啊来说明。第一个就要确立啊，咱是一个国民国家的、這個，哦，即摆的国家啊，尤其民主立宪啊，这个国家哈，无讲了讲啥民族啦，啊，这个系统啊，甲系统、甲语言、甲文化无必然的关系。这主要是讲人民大家认为讲啊，咱就是。命运共同体，吼、哦，咱要成一个国家，吼、哦，这款叫做国民国家 （nation state）。啊，咱只尽量翻作民主国家，我是感觉这个翻译无一定介好啦，啊，无一定介好。啊，日本人拢翻作国民国家，吼、哦，这会让体现这个立宪主义的这个精神，吼、哦。啊，你用介翻作这个民族国家，你就去诠释讲什么叫做民族，哇，足费气啦。吼、哦，啊，咱就话咧创一个台湾民族，咱如果啊，中华民族迄个假的啊，对不对？迄政治上的讲法，啊，就话创造一个台湾民族，实在不是含在同款的这个问题内面啊。这我是初见的时候看的啦，不一定正确啦。啊，我大概参考一下，参考一下。啊，我是认为讲，这应该要透过哈、啊、教育啦、媒体啦、舆论啦，哈、啊，来导正大家对这个台湾国家地位较认同的观念，啊。尤其尤其，就要强调讲，人权甲国家甲主权是密不可分的关系。我是安那要讲这点的，因为我最近有一条感慨啦。我讲最近是1985吓，哈，即透过即个网络，哇，咱来号召咱几十个人哈，几十万人出来，吼，啊，但伊强调的是啥？人权。伊绝对袂去讲国家定位，伊绝对袂去讲主权。哦、你有人去伫台下顶去讲到这吼、個，哎、哦，足满意哦，甚至要甲你放下台哦。啊，我会当理解，吼、哦，伊即卖做法我会当理解。但是呢，这初步安尼会使啦，进一步我嘛希望这少年人，吼、哦，伊会当了解讲，敢若讲人权无够，你也无国家，你也无主权，这人权随时会无去啦。你讲空白以后，诶，即个发展。足清楚的嘛，足清楚，吼、哦、啊！进一代一中进前的情况嘛，足清楚的嘛。所以讲人权未使无讲国家，未使无讲主权，吼、哦！而且咱要强调啊，同时咱就要制宪，要正名，吼、哦、啊！国家来正常化，好正常化，啊、哦、啊！过来就是要建立三权分立的体制啊，废掉这个科技院、监察院，吼、哦、啊！改采这个三权。啊！另外讲啊，建立这权责分明哈，诶、哦，这个制度。当然，即马有总统者来过者哈，诶、哦，这个讲法啦，啊，无同款的意见哈、哦。啊，我个人是较赞成这个总统者，主要是按这个所谓非媒介民主这个观念来了。哦，当然这当讨论啦，这当进一步讨论啊。过来，啊、哦，对啊，啊，这个国会改革哈。哦啊，司法啊，嘛就要改革，吼、哦，这咱个跳过，吼、哦，跳过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就落实这个地方自治。我最近发觉吼、
迄、那个咱前一前总统李登辉真无简单嘞，九十几岁人哦，伊也个了解讲，台湾这民主的问题，这根本是在地方无正港的地方自治，所以伊即马在推动讲，咱就要来进行第二次的民主改革。第二次的民主改革就是强调地方自治、地方的自治、地方的治理啊，地方的治理。啊，所以伊十一月的时阵呢，连续办三礼拜、三场几工，而且检讨会，将进一步要阁推动有关的这个工作。啊，这九十几岁啊，诶，前总统啊，有这款的认识啊，非常使人钦佩啊，所以应该讲，1980年了后，全世界一方面是讲哇全球化，你看一方面同时咧进行地方化。强调地方自治、地方分权，啊，咱即马就地方就来讲，权、钱、啥物拢欠缺，毋是一个健全的地方自治，啊，所以这一定要改进。过来啊，健全政治，政党政治，啊，当然啦，这追讨党产这是无做袂使。我前日讲台湾，你不管你讲民主的形式安怎啊改进。中国国民党的东山你也无处理，台湾的民主吼永远也无前途啦。真简单，选举的时阵，人个钱啊哩多，用飞弹、核子弹，啊你无钱，你用弹弓，吼、啊，两个要削减，武器不平等嘛，啊，武器不平等，啊，啊当然你怕说这个是因为这个吼，选举啊可能是不是呢？但只卖菜只卖兵力制，会采联力制啊。这个德国这个方式会较好啊，啊就用安尼各种政党哈，伊、啊、的这个人民对伊的支持率哈，会、啊、当反映咧这个国会席次内面啊，才袂讲差伤济啊。用从讲嚟讲，空白的年对不对？国民党不过是50%趴嘛，但是伊的席次率是43%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民进党将近要40%的这票率啊，席次啊无到1/4。哦，这是。过来，未来现届可能的这路哈，哦、可能的这方式，哦，我是分啊，这个制宪、修宪，甲其他包括咧啊，改税、现宪的改税，啊，甲这个法律的这个制定甲修正这方面啊，这面。当然，咧解决台湾的宪政问题啊，同根本的这个方法就是制宪。啊，制宪这同时买上啊，这确定。台湾的这主权国家的这个地位啊，地位啊，咱讲制宪是无受到，伊是要创造一个新的宪法的秩序，对不对？伊无受到即马这个宪法甲任何法律的束缚啊。伊大家哇，制宪哪有可能啊？即马公民投票法安尼规定，迄个无可能过啊。公民投票法哈、啊，这无办法，这束缚咱制宪的行动行为啊。制宪不但是。是讲法律的问题，嘛是一种政治力的问题。啊，我是认为讲，咱法律绝对无问题。吼、哦，咱既然是一个国家，吼、哦，国家一个国家要制宪，人民发动伊的这个制宪权要来制宪，这法律绝对无问题。问题是咱政治力有够。咱来想看卖，阿扁啊当做总统的时候，伊嘛想要制宪啊，要推行新的宪法，但是做袂到啊。有人甲批评讲，有人甲批评讲，啊！你讲要这個，你拢无啊！你，问题是政治力无够嘛？吼、哦！啊，政治力要安怎累积？啊，政治力要安怎甲提升？这是咱当前啊一条思考一个问题。过来有可能讲透过修宪，啊，修宪的意思讲用即马宪法所规定的修宪的程序来进行，啊、哦！但这牵涉到两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。你修宪有可能无？哈、哦，起码哦，修宪的这個文化足悬的呢。哈、哦，你看委员四分之一提案，四分之三出席四分之三通过了后呢，你才搞公民投票，公民投票赞成的都才超过啊，选民的半数呢，真无简单，哈、哦，真无简单。但是有可能无？不是无可能。我等到2012年的时候，我就想讲，迄年的选举哈。哦准啊吼，因为遐看起吼，因为你们都还未算进程，拢差不多啊，甚至民进党个声势未歹哦。准啊，搁较好者，会先袂甲离空。
恐怕你也是同款。你大赢大输咧，迄种在民进党大赢，国民党大输，啊，国民党想啊，这个选择无好，就要来修宪嘛。吼，啊，民进党啊，咱继续教训讲啊，你讲恐怕你也是咱还是大输咧，这样足腐败咧。吼，啊，两党啊，坐咧讲，吼，啊，有这个共识，啊，要来推动这个修宪，我感觉是真简单。并无，吼、哦！你若国民党表示总统选举的时候，你去国民党表示，这无问题，一定过嘛。但是毕竟啊，这修宪呢，伊的这个，伊这个范围，也是讲这个限，作、哦、这个幅度会作小啦。因为呢，两党的这个啊，看法差太侪嘛，差太侪，所以小部分有可能去修宪，吼、哦！你国家定位什么拢无可能嘛，啊、哦！所以这条路。啊，并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一条路哈。过、哦、来其他哈，宪、哦、法改税嘛，有可能组成这宪政秩序的变动啊。同这个代表性的来讲，马苏尔尼咧1990的时阵啊，组成这个2月1日的这改税啊，改税了后，哈、哦，所有的总统啊，这公职人员啊，迄个民意代表啊，拢在1992的推进。啊，办理对，办理这全面的这改选，哦，这有可能啊。啊，另外就是照这个立法啦，国会来制定相关的法律啊，包括哈一种修正相关的法律，应该这解决部分的宪政问题。但是问题就是讲，想要改革国会要多少，你要无多少这种计，啊，这种计。啊，正常人讲啊，咱民主党执政的时阵，要对讨这个中国国民党的东山。对不对？那法案来出来啊！上个礼拜伊向停书委员会动百外遍啊，无可能。哦，所以也要改，哦，这条人民和咱有够的这力量，有信任咱，哦，和咱的国会的多少，安才有可能，好不好？好，最后咱假忙离空2016年的时阵。啊，咱会当制限啊，制限。虽然这是真困难，但是这是咱的目标啊。因为台湾呢啊，时间无济啊，你即马无制限啊，那台湾是真危险啊，真危险。啊，免了制限啊，我是甲分做三点哈。一个用召开一个台湾人民制限推动会议啊。第二用借这超级民主来啊，鼓吹这个制限运动。第三点。就咱全促使，一个2016年的总统甲立委候选人，伊就要提出制宪的主张。啊，这看起来真困难，但是我是认为讲，虽然困难，但是唔是做袂到。啊，你后即个讲哦，就做会到。吼、哦，第二讲要召开这个人民制宪推动会议。那已经过去啊，过去在1991年啦，啊，91年啊，向准咱民间呐。把这个交给啊民间的制宪会议，这個、哦，迄当阵声势未细咯。但迄当阵嘿，所做主要是咧讨论讲宪法的内容，所以有完成一个台湾宪草。但是我想，如果讲即马情况无啥共款，因种迄个问题，大家慢慢拢清楚了嘛。爱行都是名气。嘛，差不多啊，拢共识啦。虽然有一寡问题还在讨论，所以这就宪法的版本、草案的版本，哇，太多山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即马我是讲，这个会议呢，主要不是要讨论这宪法内容的问题，应该是去讨论讲，咱要安怎来推动这个制宪。所以我是希望讲哦，最后是讲啊，今年的年中，还是讲啊，到六七月啊，七八月啊，向准都会当来召开这个会，会当结合啊、哦，这个本土派、大派这个民间团体啊，尽量大家来参与啊，来规划这制宪推动的策略、组织、甲这个方法、甲实践，啊，这是。我一种看法啊，看啊，我以了解讲，我讲，比如这个郭台铭先生哈，伊、啊、个新台湾，新台湾和平基金会，哈、哦，伊嘛了解讲制宪的重要性，可能今年哈、哦、也有相关的活动哈、哦，啊，我是讲，主要我来看讲，啥物向这个方面啊，来进行啊。第二，我认讲，即马是一个啊。网络的时代啦，
吼，嘛就要来设立这个啊网站，啊建立这个制宪运动的平台，啊，咱来传播，啊，咱来传播咱的制宪的理念，吼，大家会当透过这个平台来讨论、来沟通宪，哈，都互相来搞这个讨论宪政的这个问题，啊，啊，另外我是认为讲，哎，发行这个制宪的这小册子应该冇这个必要，是安尼，因为我有一个经验啦。就是咱2004年的时阵呢，像第一遍办理全国的，其实全国性的这个公投，迄阵时一般人民可能也无一定了解什么叫做公投啦。啊，这公投是要从啥的？吼、哦，当然迄阵时是因为民进党执政，所以有这个较方便的所在。但是哦，印这组这个公投的这哈、個、小册子哦，说每家每户，啊、哦，每家每户弄上，我大概了解。啊，虽然迄当阵是因为总统选举，啊，就男女对决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公投无过。但是呢，我看迄边对公投的这个啊，至少讲教育，啊是讲啊，这个宣传已经做了真，我感觉真彻底啊。啊，未来咱这些呢是实际上，原来一旦啊透过这个方式来进行啊，啊，这我是举一个例子啦，哈、啊。好，过来。啊，我就是讲。啊，这嘛是我诶，这个进前那是十一月啊，当时哈，就是迄个台湾前途恳谈会啦，哈、啊，迄个什么诶，台湾加入联合国大联盟会办的这个啊，这个会议里面哈，啊，在座哈，诶、啊，参会人嘛有这个建议啦，就是讲啊，咱这些应该嘛才落实较地方，叫尤其是地方哈，诶、啊，议员、民意代表。啊，像包括我认为，包括首长嘛，应该得争取个支持。啊，你像2014年选举的时阵，买个甲制宪呢，来做这个啊选民服务啦、竞选活动啊，种事情考量的这个事项。啊，你地方要按地方，我就是认为，即嘛是要由下而上了。啊，咱进前哈，1991年迄两阵哈，基本上。好像咱是知影啦，但是伊做法啦，有一点仔是由上而下这款的，就按这边应该叫由下而上，哈、哦。而且当你乡镇成立这些运动的组织，当然这些组织就把迄个专家学者、民间团体，也是讲，咱嘛真欢迎讲啊，民这地方的这民代表，哈、哦，伊服务处都是这运动的这组织的所在，哎、欸，这嘛会使啊，哈、哦，那是讲啊一样啊。要和遍地烽火，安尼和遍地开花，吼、哦，安尼样，啊，最好啊，我是认为讲，咱也确实一个2016年总统甲立委候选人会当提出一个制宪的主张，吼、哦，我是用同适当，还是用同保险的方式啦，哈、哦，我想来讲同保险的方式，因为咱将要制宪一方面，要面对从国内这个局势的问题，吼、哦，哪列对立？哈、哦，通道之间的这个问题，哈、哦，对外呢，咱就要考虑到国际的这形势，哈、哦，美国的态度安怎，中国伊安怎反应，所以我讲较保险哈，即话咯，总统接受国会的要求，总统唔是家主动哦，哈、哦，总统是接受国会的要求，啊，国会就造成这个这决议嘛，要求总统来推动这些嘛。啊，总统应这个国会要求成立这个委员会，啊，完成这个草案了后，交公民投票，啊，到国投票了后通过，啊，就才付诸实施，啊，啊，这个程序呢，全面符合民主的原则，啊，啊，来体现这个国民主这个，啊，啊，这嘛在对啊，这个国内这个共识，这个问题会上较化解，较化解，啊。啊，对我呢？啊，你美国要来干涉，你要来干涉，对不对？我们民主的程序啊，对不对？哈、哦，伊别再讲啊，你是总统乱来，哈、哦，你这个 troublemaker， 哈、哦，你来制造这个麻烦，哈、哦，啊，中国啊，要跟咱打，要跟咱威胁，啊，我看伊的理由，哈、哦，也徛较未在啦，哈、哦，我是，啊，在这个怎样讲？要安怎会当做到这个程度？啊，这重要是2016年的这个选举嘛，哦，选举，咱要和主张这个制宪的候选人，不管是立委还是总统候选人，会上当选嘛，
哦，会通当选，啊，啥人要做主呢？就你，咱一定要要求讲，伊个选举的时阵要提出，吼、哦，又是国会，国会议员的选举，啊，伊若选掉，过半数，就会使做成决定决决议嘛，就会使吼，啊，这个建议这个总统来对，啊，这总统的候选人，我唔敢要求讲吼，哈、哦，一开始就讲，哇、哦，我当我掉了，要当我当选，就要做现。啊，我唔敢来要求啦，吼、哦，因为呢，咱也知影，即马台下面的这啊，有可能来选总统的人吼、哦，可能也唔敢来讲啊，因为我是就考虑到中间选民啊，讨论啥的吼，啊，到底台湾有中间选民无？我才怀疑的啦，吼、哦，我是知影有四个我大兵吼、哦，啊，这个总统，但是至少我到伊面较表示，当选以后，准啊国会要求的这些。我会顺应这个国会所代表的民意，我会来展开这个的工作。吼、哦，伊是被动的，唔是主动的，但是已经对外宣称国会伊代表民意，你要安我管你。吼、哦，啊，我唔是我大主大意哦。吼、哦，我是讲安尼可能较安全，安尼较安全哈，啊、哦，可能候选人较讲，即摆有一个迷失啦。吼、哦，因为咱看到即摆这个。地形这边有可能的候选人，啊、哦，大家拢唔敢讲较积极的这个话，尤其国家的定位这方面，啊、哦，伊讲安尼可能选票会走去，我这个看法我无赞成。讲你讲2008年的时阵，好、哦，你安尼讲我会当理解。2012年的时阵，即款来讲话，我咧已经听到足无满意啊。我讲时代无同款啦，吼、哦，是啦嘛，你也照个讲法，安尼个讲吼，真危险。啊，2016年你也搁安尼讲，温室的，只要唔是讲你什么啊，即、這个温和理性呐、啊，和解共生呐、啊，吼、哦，会当解决问题。因为马英九八年的，好、哦，高阳的八年之前大家拢清楚嘛，吼、哦，你用一中结果是安怎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大家一定无希望阁选一个民进党内面的马英九嘛，啊，不管你多一个人，对不对？啊，大家有一个，我是感觉这个认识有问题啦。啊，有人讲，哎，这个你也讲了，这现正吗？正名，这选票无去，大家来回想一下，2014年啊，变安怎调的？伊是温和理性吗？和解共生吗？啊，你来聊聊理工共识的时候，伊是安怎调？绝对不是和解共生，绝对不是温和理性，哈、哦，伊是用重剑的。啊，有人讲，哎，我用的是执政优势嘛，对不对？有执政优势做掉，哎、欸，我们出来执政有优势，稳掉也未去讲迄啦，对不对？你执政优势两，这唔得掉咧，哈、哦，所以咧，不要用重剑，重剑啥物重剑？你话公民投票，这啥物重剑？重剑啊，过来催生新宪法。是什么人？党建吗？你用党建，增加偌济选票，我唔知道，至少未失分啦。啊，啊，何况即马这个年代，啊，这个年代，啊，我是认为，啊，我是真希望，啊，啊，阿伯讲咧，伊讲民进党立功一六年的时阵，哇，几个人要出来，我是希望，我无要求大家拢做这个主张啦，至少有一个党员级别，有其中有一个。管理提出主张，吼、哦，啊，让咱人民来选择嘛，至少有一个选择嘛。你啊，啥物拢唔敢讲啊，无当选择拢共款，哦，这是我的愿望啊，这是我的愿望，啊、哦，啊，最后啊，我也是要，讲起来讲，我非常赞同啊，咱党党主张啊，一贯的这个讲法，吼、哦。我们台湾啊，建造啊，当然遐就是讲，台湾定位哈啊，地位也未定论。后来经过哈这么侪年，尤其是国会全民改选、总统直选，还佫公民投票，啊，所以台湾是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。不管事实上、法律上，拢是一个啊独立的国家。只不过咱无家己宪法。只不过咱无符合咱家己新闻的国号，所以就啊，这样啊，这样咱国家在正常化，
啊，副台一直搁讲就讲，最近嘛有人咧讲啊。我话你讲台湾是电视独立国，啊，当时独立国讲啊，有人咧，有学者安尼讲啊，报纸嘛看到啊，讲这是毋是本地的问题啦。哦，当时独立无重要，即马是独立国家才重要。哦，就唔讲，中国是毋是国家？中国是啊，啊，中国当时独立，当时变成一个国家。有啥会讲？会当讲某一年、某一月、某一日，人讲讲袂出啊。日本是毋是一个国家？是啊，日本当时成为一个国家，啥讲会出？所以当时成为一个国家无重要。即马是国家，但确认咱是一个国家，这才重要。啊，非常感谢大家啊！啊，因为这时间关系，最后留十分钟，留十分钟啊，啊，听大家的意见，谢谢。